但是两边读的时候完全是自己就是分的全部都很明显。
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Iceberg 本身的设计师为了做到跨行业通用性，然后和跨行业必要，就开放了文件采购。后来，而且这些数据文件是一样的，都是已经放在了这个文件系统上。为什么不能直接从文件系统上把这些数据的相应的编程提出来，然后更新版本直接开放？那后来Hive加了一个这个新的编码，然后呢，可以就是做两种创建化，一种如果你没有指令这个 Iceberg 表里面的data，那Hive可以再套到开放，就是重新新建一套这个这个metadata和这个snapshot，这个文件序。但是如果你指定了说我创建一个 Iceberg table， 然后我要指定这个 Iceberg table 的metadata，那Hive就会通过先去这个location下的这个 Iceberg 相应的metadata， 然后同步到Hive，这样就可以实现两边这个。那 除了这两个实现了两边绑定之外，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组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开放 service， 咱们可能要不停的跳来跳去，因为可能你在云上，那么去用。那有些用户可能我这里其实是一个 Hive 的 VS Code， 但是可能我这个服务没有办法给到我的这个另外的一个第三方的厂商去这些，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访问我的这个 metadata service。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出现我又需要去维护，然后它又没有实现，就是从文件系统去提取 metadata 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使用另外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这个 Iceberg catalog这个migration。然后这个工具呢，可以让你把这个catalog就是一个 Iceberg catalog 从某一个 VS Code 当出来，然后再把它 migrate 到另外一个这个 catalog。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CDC。 CDC就是Next，CDC当时出来的时候，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解放了很多事情。首先，它就是比如说它可以替代像 Oracle 的这个 Golden Gate，但是后来 Oracle 也做了一些这个匹配吧，就是Oracle 19c 之后，它这个就是 Golden Gate 这个 license， 然后才能够去用它最新版的那个 Streamlabs 的那个 CDC 的方式，然后传统的 Dual 的这种方式在19c。 那除了这些，就是说，说这个 Oracle 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说，Flink 的 DSCDC 呢，或者是京东的 DSCDC 呢，看上去好像功能非常强，但实际上真正在用的时候，还是有些细节上的一些问题。其中第一个最，我们后来发现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客户大概有好多客户，他是在云上，然后用的基本上都是PostgreSQL，那他就想把他PostgreSQL的一些数据，然后从CDC拿过来，那然后后来发现你在 Flink 里头，如果要去用Flink CDC的话，是用那个移动本身通过它的 connect 那个方式做 CDC， 它每一个table都需要在PostgreSQL里面创建一个数据。也就是说，我如果我的 PostgreSQL有100个量，我就需要创建100个量的CDC。这样的话，对于我对于 PG 里面 PostgreSQL里面就有100个量的CDC。再一个，包括 replication slot 这些方面。 那后来怎么？那这些事情呢？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说功能上的功能啊，CC work， 但是它不具备这个production的这个功能。那后来的话，如果你想，就是现在呢，就是如果说你想用CC去对接像 Postgres，这个功能也是够的。然后我知道有一些厂商他们有写过CCS或者是写了一些这个。 一个分析可以创建100个量的，但是你真正如果说回到我只用一个 replication， 从 PG 里头把这个地址卡所有的量都拿出来，如果想做成这样的话，就是跟大家可能实现是完全一致的话，你只能写量，用分析的这个信息写量，然后实现，而且它的问题是。 这样的话就很贵，你用这个CDC就和你用这个应用，它会有台词的CDC就行。但是可能很多人他们觉得我的技术在收敛，就是不管是 CDC 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都用的是分析的，而不是中间加工的。但是最终效果是一样的，本来我们用CDC更多的是想避免卡点，这个接入，可以直接的分析。
实数源肯定会有前端的一些这个提交实时数据的这个大脑，就是断码啊、延时啊等等。那你假如说你有说的是实时仓，那实时仓的话肯定会有 aggregation。那你如果你在这里面存在有这个 real time aggregation， 那出现了网道数据，它会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的 job 它的 watermark 已经推到十一点，你在这个时刻很强，就是左右边的那个是 local， 就是当前的这个时间。watermark 推到了十一点，那你的 topic 就来了一个十点，这个时候会产生两种。第一种情况是，就是你的工作的 aggregation 其实已经做完了，它在十点钟是做。那如果你在你的这个数据库设计的允许的不到 latency 使用范围，它会触发这个 wait， 就是再重新根据这个网道数据重新去计算一次，然后再重新触发一次这个窗口期的结果。那如果超过了 long latency 之后怎么办？你的这个过期的数据也就限了，就是如果你的速度分析，那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弄呢？就是因为是实时仓，你不可能把数据丢掉，那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在第一个接数据的这个位置，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写入这个 aggregation 这个状态，要把所有的超过了 long latency 的这些数据把它用 set output 的方式转移到另外一个大的考虑，或者是其他的用于后续的事情。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你的实时仓一定这个架构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可以通过行动反应没有这个超过反倒数仓这样的数据。那还有很多常见的问题，仓数据的话呢，在那个实时仓里头呢，如果你有仓数据进来的话，它分几种情况。这个仓数据有一种是非常就是或者是一个integer 一个类型，但是我给了一个文本啊，这种情况可能会直接导致这个文本有 crash。 那如果对于一些这个已经有经过这个 schema 的这种解析的然后序列化的话，序列化这个过程会这个数据会高一点。但是如果是对于像很多应用它传过来就是直接在大脑里写，就是一个 JSON 字符串，这种字符串很容易就会出现说有这个字段匹配的错位的问题，或者是解析出现这个换行问题等等这些，然后导致你的这个下一个分子的下一次的这个数据，它在拿到这个 token 的时候，然后可能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然后导致无法解析，直接这个 application crash。 那这种情况的话，你需要在你建模的时候加入写参数，这样就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引导这个for sale， 然后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这个实时仓进来的数据呢，因为它是直接被加工对象然后直接出报，所以它的数据质量也是非常重要。那数据质量的话呢，就会看到另外一种，比如说我的一个年龄字段，这个年龄字段传过来的东西呢，它是一个数字，但是这个人我传的时候说这个人无感，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事情。那这在数据这里面这个时间就是什么，那当数据化，那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我们也需要数据。那但是你很难去用 SQL 去处理所有的像这些仓数据，这个很不明显。那所有的这些呢，其实你都需要通过赛道或者这种方式，然后要去输入，因为 SQL 是没有办法直接跟这些输入方式。那还有就是数据加工的话呢，我们说的是这个 data enrichment， 就是所谓的数据拼接，比如说我传过来是 user ID， 然后我需要把它的当前的最新的一些地址拼接上去，然后用后续它所在的区啊或者是在哪里，然后我再根据它所在的这种所在的区做一些就是来对比出来过去比如说十分钟这个区域的一个样子。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假如说他的这个比如用户的这个住址的这张表实际上是一个维度表，那这张维度表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华南面好的私有制度。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的实时数据过来了，
的数据是新的，就是 user 的那个数据是新的，但是它的那个维度表，那个语言表示上的维度表是已旧的，那也是你也会生成错误的。所以如何根据这个我们叫事实数据和这个维度数据，都在最正确的那个时间节点去生成最正确的汇整结果，这是一个这个 solution dimension 的 data generation 在那里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原则上来说呢，你出错的时候算是，但实际上真正这个数据下来的时候，你这个结果是上海的八成或者是十分。那在这个当中，你去做了 data generation，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实现，可以这个直接去卢卡，我们一块儿看不同的这个卢卡的话。我们要考虑几点，一个是实现这个 data generation 有 consistency latency 的错误。那你说复杂度不先说，只要这个结果能够对，然后这个搜索能够帮助复杂度。那首先我们看就是你有直接的 lookup 和 asynchronous lookup， 然后还有它这个 lookup， 然后还有其他。那有时候用这个分析和参数考核。那分析完了之后呢，最后我们发现，如果这个你要想保证你的结果永远是正确的，就是你的事实数据和维度数据做拼接的时候，永远是能够得出正确的这个结果的，你必须要用哪根探头来找，所有其他这些方式都不太适合。如果你的量比较小的话，你可以选择最上面格的头，这个 synchronous。那还有更复杂的，更复杂的就是我们在历史数据仓库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金融不同的这个数据加工的这个算法。那一般来说，大家如果是金融行业的话，基本上都是 TD 的那个模型。TD 的模型大概有8种数据加工的这个算法，基本上但是你归类完了之后，基本上它是分成三类，它专门的名字。如果你金融行业，你应该能看到这个来换算法，来学一下。那这个算法的区别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是简单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做 offset， 如果有的话就是 offset， 然后如果没有就是 inset。 还有呢就是常见的这个 history 和 history，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表。那历史表表呢，它的操作过程就比较繁琐，就是我如果有一条数据进来，进到了比如说 Flink 的这个 Flink 的这个应用程序，那首先它会就是它有可能会触发那个输出一条数据，就是因为我的存储那边没有这一条数据的历史信息，那我就直接把这条数据 insert 进去。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像这种数据，它就会触发那个要输出，它要求输出，你要想实现这个任务逻辑，那意味着你一个 message input 等于要求 Flink 要输出两个 message output， 可能第一个 message output 是你要去 update 原有的这张表，原有的这条数据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历史时间，要把从99改回到你的这条数据新增的历史时间，就是要把那个 new time 然后更新到 valid 这个 end time， 同时你还要再把这条新的数据写进去。然后这样的话，等于是一个 topic message 对必须要触发 link， 要输出两个或者是两条。这个你在写 SQL 的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很难做，因为它涉及到了你如果要输出两条的话，因为你的整个数据流是只能从左到右，那你如果要输出两条的话，你必须要先让这个数据看，然后让这个做一个操作，然后再把最新的这个再写，这是很难用 SQL 去实现的。那所以最后呢，就是我实验了一个方式呢，或者是说它最后其实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 message 可以生成两个 operation， 但是它的操作方法可能有点特殊一点，也就是你需要把你的 operation 这个第一个 Flink SQL， 你需要用到两个 Flink SQL， 那第一个 Flink SQL 是用它把这些数据拿下，然后通过这个 Flink SQL 写到一个就是 observer 中的这个 count 上，然后你在这个 Flink SQL 同时它还在读这个 Observer 它的后面，然后通过你
来的数据去装原有 author cutout 的这些数据，可以得出来，可以生成一个或者是两个这个operation， 然后写下，那写下去之后，你的第二处理接口，然后就可以读这个 author cutout 的这些新的这些数据，然后把它写到这个 config 这边，就是 storage 上，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所谓的在同一格实现一个 async 的下注。那第三部分就我们就简单的 recap 一下，就是整个这个架构大概就是有 web broker 的虚拟模型，然后和 storage 这个架构，好啊，对，和 Iceberg。那真正你要去做实时驻仓的时候，其实除了模型，刚才我提到很多问题，然后在整个这个大架构里头，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首先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如果你要用 Flink 去改善、去改变你原有的这个传统驻仓的。首先，你的输入数据源会经过第一个 Flink 的任务，这个 Flink 的任务是完全不能用 SQL 的，这个必须是要你写 application。它有几个不同的目的，第一个是做数据质量的检查，然后把所有不符合数据质量要求对发送到所谓的这个脏数据里头。那如果有网要数据的话，这个是你没办法控制。然后你也要实现这样的逻辑，能够把网要数据发送到所谓的这个网要数据里头。那所有那只有干净的没有网络的这些数据才会进到下一个就是安全的数据，然后再经过安全的后面才能写到 ODS 这一层。我说的是 ODS， 就是非常的明显。那然后至于说这些网络的数据或者是一些脏数据呢，可能你需要后续一些相应的工作，然后去做这个数据的，比如说就是脏数据，然后你要去发回去，要重新再数据，然后这脏数据为什么是脏数据，真的是这个人100岁还是怎么样，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这些做完了之后呢，然后你需要把这些就是所谓的修复的这些数据，然后可能要重新再放到一个需要很好的一个管理套，然后再通过另外一个表去再执行一次数据校验的这种业务。因为脏数据修完的时候给你过来的可能还是脏，然后直到说这个脏数据的环境做完了之后，然后他就发了这个。修复之前的一些，因为你缺失了这些数据，所以你要去把你原来的那个系统结构重新补起来。那刚才我们说的是 OS， 最简单的实验就是不停这一次。那如果你啊，语言测试，这个并没有深度 validation， 这是什么？前头的 ODS operation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然后把它缩减了之后，就生成了三个好，然后你后面可能会需要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 SQL 来处理的加密方法，来去把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data warehouse 那层或者 data mart 那层，然后用这个去做这个安全。那这些可能大家都没注意啊，但是比如说我们标记的分成一二三四五这些任务，但是可能上面的 late correction 和 late execution 就是重跑或者是把它数据的修正，这些任务应该怎么样去执行？因为你的一个数据晚到啊，可能它是影响你在你的 ODS 层里头，可能是只影响一两秒的影响，但是因为你过去的所有的这个加工是实时的发生变化。OPS 一张表的一行可能对应的是 data warehouse 的五个或者是六个这些东西，那也就意味着这一行如果在 OPS 里缺失了，你后续要修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另外的受影响的下一段里面所有的这些都要修一次。那然后到 data mart 就所以它是一个逐级放大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就需要你做一件事情，你需要追踪所有加工面当中需要这个链。那这样的话，你必须要有一套系统，能够配合你说用这个捕获这个整个分析加工过程当中所有涉及到资料集的这些，然后才能够分析这个表如果做了一些东西，它的下游影响是什么，然后你还要想啊，每个修复任务都需要重新按照这个修复的分析表自己来。那还有一个就是用的一些 Iceberg 上的一些这个权限把控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权限把控的话，你 Iceberg 这些表可能是覆盖不了所有的这些人。那在很多企业里头，或者是一些金融行业，这些都是完全不允许，所以你还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这个权限控制系统。那这个刚才我们说的 Data Lineage 这个系统是
但是你操作的是，因为它在下一个小时。